弟们呐，萝卜干儿拌的焦啊！那个啊，昨天那个菜生来了啊，然后我那个上泡了啊，那个什么呀，米肠那个也上泡了啊，辣白菜也那个上泡了啊，然后那个菜生那个以后那个什么呀，老铁那个多给吧啊，然后那个下面继续看吧啊，萝卜干儿那个什么呀那样泡啊，然后那个辣椒油这么炸，这个是那个。糖洗啊，糖洗，然后水这么少少给啊，这样那个慢慢这么样这个煮吧啊，然后萝卜干那个什么呀，上面那个辣椒油那个给那个穿衣服吧啊，这么先那个拌了啊，这个，然后那个什么呀，大西大蒜末儿，那个什么呀，那个白糖啊，那个再那个这样拌啊，这样拌完了以后，再那个糖洗刚才那个那么样再这样拌啊。这样在那个抓那个拌完了以后，在最后放那个什么呀，海鲜酱油这么拌吧啊！哎呀，这个那个特别好吃啊！你们那个什么呀，那个老铁们呐、啊，今天教你们朝鲜族辣拌闽泰语，辣椒酱一勺给吧，完了白糖放里边吧，完了大西大芝麻、鲜盐、那个苹果醋。糖稀给里边吧，完了那个什么酱料做了闽泰语那个水稍稍那个给吧，完了那个什么酱料一起这样拌一拌，最后那个什么呀那个蔬菜这么再一起给拌一拌，这样就出来了啊。老铁们呐、啊，天气凉了，穿衣服的季节到了，今天教你们朝鲜族炖鲅鱼。辣椒酱一勺，两勺给吧。完了，那个什么呀，那个辣椒面、海鲜酱油、大西大、蒜末、蚝油、胡椒面一起放吧。完了，那个什么呀，鲅鱼这样轻轻煎一煎。完了，锅里那个什么，下面那个萝卜给吧啊。完了，上面这样鲅鱼那样。放啊，完了那个什么呀，酱料那个上面放进去啊，然后水那样少少放啊，煮一煮，最后那个蔬菜放进去出来了啊，这个好吃的那个不得了啊，老铁，那个什么呀，小伙子教吧啊，老铁们呐、啊，我这个特别新鲜的啊，新鲜好的，新鲜的。哦，龙哥，哦，没二开几回事。那个啊，我这个萝卜那个地里那个跑出来了啊，然后用那个刀中间那个打开吧啊，完了这样糯米糊做吧啊，然后那个辣椒面上面糯米糊这样它烫一烫啊，完了那个什么呀，大蒜、圆葱、姜末、那个大葱、那个苹果，完了那个萝卜啊。然后雪碧那个虾酱一起这样炸汁儿吧啊，完了那个什么呀，辣椒面这样上面给，完了那个什么呀，大西大、白糖、糖稀、香芡面，然后那个味素这样稍稍一起给吧啊，最后这个发酵一天那样吃特别那个什么好吃啊，完了这样那个什么呀，萝卜上这样一起抹一抹啊。